Hey, 小皮希望小伙伴们每天都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刷题，不要有压力，也不要有烦恼。就把小皮当做下饭菜，边吃边看边聆听，就让考题全部消化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吧！加油，继续刷题。爱你哟。Un 第十一题，驾驶员必须有的视力至少应该是多少呢？良好的视力与较短的反应时间密切相关。公路交通法要求司机的最低视力为十分之五。此外，当司机眼睛的视力低于十分之一时，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必须至少为十分之五。10, 否则，如果不佩戴近视镜，是不可以参加驾照考试哦。答案是 A 选项，十分之五。 Je continue le dépassement.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第十二题，我继续超车吗？我所行驶的道路是双向的三车道，前方出现第一个箭头和左侧的蓝牌，预示着我这条道即将二合一。我只有三个箭头一百五十米的距离，这不足够我进行完整的超车。答案是 B 选项，No，我放弃超车。遇到三个箭头的路段，要果断选择回到主道行驶哦。 Il n'y a plus de place dans la rue. Je peux stationner quelques minutes sur cet emplacement?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J'ai senti. 这条街上没有停车位了，那么我可以停在这个位置几分钟吗？画面中蓝色区域是预留给残疾人的停车位，我们没有权利暂停和停车哦。答案是 B 选项，No。Après avoir bu d e bières il y a une heure, le contrôle d'alcoolémie de ce conducteur novice sera positif. Réponse A. Négatif. Réponse B. 第十四题，喝完两杯啤酒已经一个小时了，这位新手驾驶员的酒精检测将是阳性还是阴性呢？之前有一道题说过，一杯十克酒精含量的啤酒至少要等待两小时以上才可以在身体内挥发，所以这一题两杯啤酒在一小时后检测酒精含量肯定是会被处罚的。答案是 A 选项，positive，肯定的结果。

在车后安装自行车要必须完全的露出车灯和车牌，同时也要注意车外后视镜不要被自行车遮挡。答案是 A 选项。喂、oui,，这样安装自行车是正确的。Dans ce tunnel, l'arrêt est interdit sauf urgenc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L'allumage des feux est obligatoire. oui，réponse C，non，réponse D。第十六题，在这个隧道里，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隧道中禁止停车。 我们必须打开车灯吗？右侧的标志告诉我们，这个隧道长度有四千米。在进入隧道之前，我们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要打开车灯、近光灯；第二，禁止掉头行驶；第三，禁止暂停和停车，除非遇到车辆或者乘客突发紧急情况时是可以停车的，但要停在应急道的位置上哦。答案是。 C. Il n'y a pas d'ouvriers sur ce chantier, ma vitesse est adapté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此处施工地段没有工人出现，那么我的速度是可以的吗？进入室内了，限速在五十公里每小时。在遇到施工地段之前，要能够提前预测是否会有工人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出现。我们要自觉的减速慢速通过才安全哦。答案是 B 选项，No，没有工人的出现，五十的车速不正确。 Ce véhicule est équipé de quatre vitres électriques. Pour éviter une telle situation, le conducteur peut actionner la commande A réponse A B réponse B C réponse C. 第十八题，这辆车配备了四个电动车窗，为了避免途中出现的情况，驾驶员可以操作 A、B、C 哪个按钮呢？A 呢是控锁车门的打开与关闭，B 呢是开启 A S B 车辆电子稳定系统，避免车辆产生轨迹偏移的按钮，C 呢是控制熊孩子自己开窗户探头的窗户按钮。 la vitesse est limitée à trente kilomètres heure en raison de l'absence de visibilité réponse a la présence d'autres usagers réponse b la présence d'habitations réponse c 十九题，这里限速三十公里每小时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能见度低吗？b 会有其他用户出现吗？C 是因为居民区，区域牌往往都会出现在居民区的路段的进口处，或者呢有行人活动较多的公共场所，所以表示整个区域的限速都是每小时三十公里。答案是 b 和 C。 Le principal danger se situe en A réponse A en B réponse B en C réponse C. 第二十题，主要危险区是哪个呢？在车辆拥堵的路段，我们往往呢都在注意车的前方，减速慢行，不要距离太近。但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车辆的后方。左侧后视镜看出呢，车子都慢速行驶在自己的车道上。车内后视镜也可以看到后车的全貌，距离我也在安全范围内。 而右侧后视镜这条没有堵车的下出口路段，刚刚出现的车辆已经消失，应该是来到了我的车子盲区的位置了。答案是 C 选项，右侧外后视镜是最危险的，最需要我注意的地方。欢迎点赞加订阅，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小狗子陈皮继续爱你哟。